反道书第三章一节，万事拢有定期，天下万行物拢有定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灾情有时，辈出所灾情的也有时，胎死有时，医治有时，拆毁有时，起造有时，哭有时，笑有时，哀惨有时，跳舞有时，黑石头有时，叫石头有时，汤泡有时，唔汤泡有时，顺吹有时，失落有时，保守有时，放杀有时，下力有时，补天有时，静静有时，讲话有时，听笑有时，万分有时，精进有时，好好有时，安尼看来，做工的人，伫伊所落落的有啥物利益啊？十节，我看起神，予世间人落苦，予因伫迄中间受经验，神做万物，国照伊的事，正做美好，佮将应生安置伫世间人的心，总是神对头到尾的作为。人袂当参透。十二节，我知世间人唔达到一生快乐，阁行好，阁人人食啉，伫伊一切乐乐中来享福，这也是神的因素。我知影神一切所做的，拢要应准，袂加添，袂减少。神安尼行，是予人伫伊的面前存敬畏的心。现在事，早前就有啦，将来事早已经也有啦，搁神乎已经过的事重新搁来。十六节，我搁看起日光的下面，伫审判的所在有奸恶，伫公义的所在也有奸恶。我心来讲，是要审判义人甲歹人，因为伫遐各项的物，一切工作拢有定时。十八章，我心来讲，这是为着世间人的缘故，是想要试验因，互因知影家己不过亲像兽一样。因为世间人所拄到的，兽也拄到，所拄到的拢是一样。这个安尼死，迄个也安尼死，喘气拢是一样。人袂看也兽，拢是虚空。拢归一所在，拢是出伫尘土，也拢归伫尘土。第一站，虾米人知影人的灵是上顶面，兽的魂是坠落地啊？所以我看起人无一项较好伫伊所经营的事来欢喜，因为这是伊的魂业，伊身后的事，虾米人会予伊搁倒来看起呢？